你不要老是那个说自己不好不好，优点缺点就是要全面客观的看自己，好的地方就要大胆的说自己好，不能像敬业那样明明挺好的也老觉得自己很差。那我多厚脸皮夸夸自己。你比如说面试的时候是自己夸自己，主要是夸自己嘛，缺点很少说的。对，尬吹自己，推销一波。对，现在其实它不是一个面试，是一个最后述职，优点嘛也要说一说的呀。明白。我还是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你之后如果是要工作，你是想在哪工作？是北京、上海还是大连？大连不大考虑，北上一般。好呀，那我知道了。所以你最后来了这儿，你父母也没什么，也没说什么。现在接受了。因为这种事儿就这样，我觉得反正就是你够坚决，然后你又不是没有道理，你自己想实现一些什么，就是说这事儿没法听别人。就自己喜欢什么，自己想要什么，也只有自己能做。对，是。